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第一二三四五届各道场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啊，咱这一节啊，来为各位讲解城门诀。城门符合城门啊，它的连线符合城门的花平安啊，360年，只合悬空啊诀的20年而已，一整一年啦。所以三年河东，三年河西，大原则、小原则。大原则，它能平安360年，甚至720年。像我们台中道场啊，就能够平安720年。若是你们不相信，300年后你们来看，台中道场还是台中道场，啊，720年后还是台中道场，啊，永远起立着。所以城门诀很重要，啊，城门诀。在我们中国大陆很多的发达的地方，你没有感觉为什么那个都市会发那么久，那都有城门诀的问题。那么城门诀你怎么来看？从你建设那一个原因开始就要看城门诀啊，比如做子山五象啊，我们是七运7、8、9、1、2、3、4、5、6，城门在这里，水口这个叫城门，比如大肚山八卦山，八卦山大肚山的这个交汇水，大肚溪啊和这个华子溪水口交汇处都是城门。啊，你若是七运盖的立子山五象，子山五象就顺行4、5、顺辉马，4、5、6、7、8、9、1、2、3，你速度中
做祖山五相，成文到这里是什么呢？四五六七八九一，这是一百。旺运是七运，利吉为七运，七次。结果你在这里做祖山五相，所以这个发了只有二十年而已，过去就没有了，就零了，还要再睡觉二十年。啊，若是你会改做，任山改为任山，四把四入中，四五六，四五六七。七次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到方位的是七次，正是旺山旺运，所以你会看大局的，那你要立壬山丙相，它就会发了。三百六十年，其他小运没有什么关系，你会发财花很久，你不会发财呢，最起码也平安。啊，这就风水学的奥秘，成文诀。那么比个喻，我们现在是八卦山。啊，水口在这里，我们立七立八运来盖。啊，像我们现在台中道场。八运来盖，八九一，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做卯山，你要看水口是五黄。就五黄在这里，那么你五黄怎么挨？五啊，顺着相来挨，五六啊，五六七八，所以八百。就忘了啊，八百他能够忘三百六十年，平平安安的。而且等到八运，现在八运旺相，旺这个成文，你要衰嘞，你等到八运绕一圈，还是八运还是旺。啊，一直法轮常转，所以我们才叫做台中道场是世界和平的原点。哦，这个地点若是你做假山，有的人说：“哎呀，假山符合你的命。”告诉你，五入中宫，五。入中宫，五是六，
七八九一二，不符合成文的法则，大局不合成文。啊，你了不起，在这里计较，啊，妄相或者妄山而已啊。所以我们风水学的奥秘啊，我们大家要学习看大局，不要再斤斤计较我的步子今天有没有多一块两块，啊，像股票，啊，你一直在计较今天涨了两块，啊，明天跌了一块，后天涨了五毛，哎，你大大你唔敢讲落去啊，啊，你在等了当时呢。所以这个成文诀就是啊，这个基本的理念。祝福各位。学习台湾黎明，圆满成功妙地修。各位为心贤士，各位诸王善知识，福地福人居啊，福人居福地，一个大区域的地呢，有好也有坏，一块布，看你怎么样剪，才适合你穿的。哈，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像以前的一叠公司啊，啊，现在倒闭了嘛，啊，这里里浪浪嘛，我要是闹起来嘛，我所以讲，所以我这个闹起来名啊，火这里名啊，一叠，啊，房子很快就会跌下来，啊，服装也很快跌下来，公司也很快会闹起来去啊，啊，刚好那时候啊，在选举的时候。啊，有一个政党呢，啊，他化蝴蝶为他们的翅膀，哇，啊，这输呀，这闹起来，啊，那么在当时呢，啊，这个是八院盖的嘛，是七院盖，啊，七院盖丑位，你看，好，啊，来，我们。丑山未向啊，城门水口在这里，八卦山、大肚山，啊，七应该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啊，天盖的这个水呢，它也在坤宫，这个是啊，四五四五六七。这当时盖起来，哎，忘了一段时间，接着到九运来，它就摔下去了啦。但是为什么九运呢？八运来它会摔下去呢？七运来一直应该一直会发呀，那就是牵涉个人的福报啊。个人的福报、福运、福分所作所为，啊，那难免还有天意嘛。地理有地理，啊，接下来也要有天理呀，啊，也要有人理。所以
这家公司在台中市啊，他就败下去了。啊，那么这个房子呢，这百货公司，我把它看到这个以它的方位来看呢，也有到对宫来了。他转过去，虽然转过去了，方向不一样，也有到对宫来了。所以有九、一、二、三、四、五、六，就摔下去了。所以走到点头头行。所以那地带的所有丑三位相的七阴盖的马上起来，马上摔下去。因为那个地方呢是跨两宫，你南中心你去另外那里这个水口从这里量过去，坤宫和对宫跨两宫啊，既然跨两宫了，那就难免水神就有颠倒，有逆行，气也是变成五黄煞的阴阳不一啊。啊，所以风水学我们要懂，你一定要用多一点时间。啊，我们第一届到第五届喽。啊，我们还是会很多很多的案例会讲给各位听。啊，在前几天我去参观了，去看了有一家做服务，前面都是马戏人的蒙地。那么这一户呢，他是这一户祖山啊，祖山五相。好，那这里就有一个凉亭，凉亭尖尖的啊，这里一个凉亭，尖尖的，后面又来。我们先不看悬空哀星的坐像，一提这是白虎方，啊，这个青龙方，啊，白虎方呢，啊，这个是白虎拳头。那么虎边这里凉亭也是拳头，两个是火形飞行，火形两个火就二七先天的同道为火啊，这边是一黄、二黄、三黄、四黄、五黄、六黄。我跟他说：“你这个风水，三黄和六黄的啊，做官二七同道，所以两年内。”兄弟的老三和老六
就带着一起回娘家看阿公、甲看阿爸、阿妈。啊，这即是形状的相克。啊，接着我们再为各位讲怎么来破解。祝福各位。各位微信贤士，各位双善知识，啊，老祖苏真呢，告诉我们，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啊，先天体就是木形，环境为先天体，所以先天相克。那个形状呢，你本身就有吉凶祸福。像这个坐北向南的坟墓，当时你地理师你要盖，你要帮人家签房子，帮人家盖了将近一二十年了，这两个凉亭，你后面的人你再来建设一个很好的墓园，你应该懂啊。算是地理师用师有罪过哎，不要说我有红包有赚了就好哎，不要说我有工程可以做可以包工程啊，这都是很不好的嘞。所以像这一种两个拳头，你在这里。这里 要做一个墓，人家的祖墓，很多的祖墓在里面。那么这两个变成是二七同道，两个火，先天的二七同道为火，啊，就会克中宫，会相克，而且两个兄弟会带着走，莫名其妙。年纪轻轻的走了，问我师父怎么办呢？我也莫苦奈何啊。所以我们做地理师研究风水学的，你一定要懂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勾唇。你青龙可动，白虎不能动，白虎不能高，白虎你看着就握拳，所以这个是看了真让人心酸。啊，问我怎么办呢？还是要破解。那我说你在这里。再来爱心过来这里做一个塔，这里土地内这个像这一种塔，啊，这个这塔在这边，龙边这个塔下面小玲小玲珑，风一吹玲珑响，那这个煞气就能够平衡，能平衡十二年，能过去没有事，过去就没有事了。所以我们的风水学，我要各地方的朋友们，你们一起来学风水。学地理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是真理呀。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心动大头，你们来学到了的道理，是在保护你们自己。然后你们做的
就不要去伤到别人啊。你伤到别人呢，真的有罪过哎。哦，所以求准不如求己啊，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自己来学好。啊，我们这个课程虽然讲得很慢，但是你们进中文来，你们有烦恼的时候可以问我们的法师，不然你怎么去问？再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师父，不然你怎么去啊解除你的烦恼呢？所以欢迎各我们各地都在学道开课，大家一起来共修保平安，不要因为我们的糊涂来伤害到朋友们，伤害到无辜的人，这个都是学道的人应该有的心境哎。啊，我也曾经看到一个人坟墓，啊，就像一条航空母舰，因为他是海军嘛，海军退下来，祖先他就做的像一个航空母舰。啊，这边呢，这一个人家是灵骨塔，七八层的灵骨塔，一葬下去呢，船好像沉没了。有一天，他的亲戚，我去为他们看风水。我看这一户的人谁葬的，他说他们一个亲戚朋友，他是行船的，所以呢坟墓地呢他做一个像船呐、啊，啊我哎现在准是点落去，白虎昂头。啊，到最后这一条船没有人开耶。我们这位信徒先生哎，啊，他也只有四十几岁吧。啊，老师啊，师父啊，这一户已经没有人开了啦，这一台船。我说怎么样？啊，葬下去呢，一个一个死了。他的亲戚现在很可怜，只剩啊几个两三个小孩子，小小的。啊，当时呢，他说闹地理师最好的地理，啊，这请了地理师啊为他做。有时候地理师也是顺主人意呀、啊，主人没有福气，没有这个头脑，没有智慧的，以为啊他是科技人时代的人。到时候啊翻船了，所以也就不聊了啦。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来学易经的道理，祝福各位。学习台湾的民，演播新公庙的仙。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啊、人的理由都很充足，你要跟他辩的辩输他。在十多年前，我们一位信徒、啊、他做了一个风水，在台中县的海岸旁边做了祖坟风水，啊，原来做得好好的，
看了这些都是无期大海。他在这里哦，风景很好。做了三年后，突然间对面人家盖了一个工厂，工厂盖起来了，这个脚就往里面坐，吓掉啊！他也没有感觉到怎么样。有一天来上课，带了朋友，是要问他的事情，为什么奇怪？最近怎么家里很多很多的不平安的事情都出来了？掐指一算，你的祖坟朱雀洞来客，朱雀洞来客，表示你的祖坟的方向前面有火星朱雀洞来相克，所以风水祖坟不安。他的亲戚才一直想一直想，没有啊，像过去都是海啊，无锡港的海还不错嘛。我说你赶快回去啊，下午我还在台中道场啊，那时候我们这里还没盖，刚好临时办公室啊，他呢就回去了。去看了结果，前面人家盖了一栋就是这样的工厂啊，工厂的屋角射到他的祖坟，而且一看墓碑裂了，哇，墓碑裂中央二房拜，裂龙边大黄山，裂右边三皇爵啊，那么你看看照片照出来啊，那时候还是比较方便，不是手机的啊，就用相机去照了，洗出来带相片来我看。我说哎呀，你这个风水啊，第一你们是无福，没有福；第二定无高，但是你还有余德，还有一寸那点余德和余福啊；第三你们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你们多多少少有在积阴德，在布施，在做救济，你说有啦，我们都在做救济啊，所以你才会有问题马上看出来，这就风水学问题嘛。好，那我说你赶快，再过一个多月，三煞煞到前面，那你的祖灵不安，儿子开始会被抓走了，连续会死三个人，你赶快牵起来。他回去就跟两三位兄弟就商量了，两三位兄弟呢说，哎呀，最近常常梦到他的祖先啊，都一直在开会，在开什么会？所以我就告诉他赶快开起来就对了啦啊，拆起来呢啊，把它挖开来，找了两三天的时间他自己去挖，一挖开来里面的金昂沙昂
全部都破掉。很奇怪哦，三个都破掉了，而且呢向后倾，哦，把照片都照起来了，哇，足恐怖呀！这一般的人现在祖坟啊，每年为什么要有清明节？让你们大家去看，查一查祖先住的地方能否平安，祖先住的地方有没有受到伤害啊？有没有塌下去？哦，所以外在的环境会影响到祖灵不安，祖灵不安，子女就不安，因为我们的祖先的骨头、精、气、血、三宝，三宝合成的骨髓啊，合成的骨髓呢，我们人孩子还是呢啊，这个身体上的细胞、骨髓还有细胞能量，还是承传的、承袭的祖先啊。这个骨髓啊，吉凶祸福相互的反应出来的，所以回去咯，他把它挖开来啊，拿起来咯，照片我看了，我说你现在不要去找好风水啦啊，你直接台中港区有一些四万公墓，它好好的嘛啊，那么一个27000啊，啊，三个还不到10万块，你请人做了，一瓶要10万，10瓶要100万，你还划不来呢，啊，所以你放到公塔里面，反而平安了，所以我鼓励十方善诸士们，你们的祖先啊，安葬在土里面的啊，你要去注意看，有旁边伤到了，你们就把它请起来，去住在公寓，反而大家平安啊！不要说我要得一个好风水，那个好风水是很难得到的啦。我们要有福，要有德啊，要有行善，要有智慧，要遇到好的名师。现在名师都还没出生呢，啊，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没出生嘛，啊，那么现在的世上的庸师一大堆嘛，啊，我也一样也是庸师啊，所以拿到啊，请到公塔最平安呐，这即是我们的智慧啊，祝福各位。圣教义经大学一至五届所有贤士同修啊，风水学的奥秘不得了啊！你认为人死了，骨骸葬在山上，风景好就好？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哎。想到差不多8年前。我们一位弟子啊，他的风水，他爸爸的风水呢，啊，他往生了，啊，请了地理师、葬仪社为他找一个地理师，葬到
山上，台中县的雾峰山上，啊，这个是这个都是山的坟墓，它山上比较高。啊，地理师呢就告诉他说你要葬在这里。啊，这里呢啊一条气一条脉。啊，素气。啊，祖灵葬在这边的最平安而且也发财。他就葬下去了啦，他爸爸往生了。人一旦往生了都是六神无主嘛。啊，这里有礼仪社和葬仪社呢，啊，和风水师哎的配合，葬到这个点葬下去没有多久，他的店里面的生意短时间还没有影响，但是来敲诈的、来落手的人很多。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管他的店门，啊，等到店门关了，伸手要钱，啊，孩子，啊，国中开始心性变了，啊，老公。心性也变了，啊，夫妻之间一直要闹离婚，哭着来告诉我的叔父，我的老公要跟我闹离婚，孩子也不乖，啊，脾气大改，老公也都改变了，好像不是我老公，哇，你有葬风水哦？啊，有啦，就是他的公公往生了，啊，葬在哪里？那我找时间去帮你看一下。去看的结果就是这个风水，上面一个三级线，葬在叫孤阴寡阳。孤阴不生，寡阳不长，所以这是绝和败，先败而后绝。啊，你这赶快迁走，他又重战三年而已嘞，不管几年哪年，三年请人家花多一点钱。啊，迁官，把这个官挖开来，用帆布的，用铁丝的把它绑好，不要让这个尸体的臭味伤到别人。赶快迁到草屯里，一个嘎罗山四万公墓，比较平安，葬在那里就好。所以啊，决定把他迁葬，看过时间给他请人迁葬，安葬好了之后，孩子稳下来了，吵着要读书，妈妈叫他，啊，老公好像变成一个人回来了。啊，他的店的生意的守护着他门前的守护神呢，哎，也都没有了。哦，所以很感恩王禅老祖慈悲啊。他有神问到没有神，有神仙请到没有神仙，啊，那后来还是要找大罗金仙。王禅老祖啊，来帮他忙，
啊，所以要迁葬迁棺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不愿意，认为那个很臭，认为怎么样，结果主灵不安，家里的乱七八糟的问题都来，孩子不读书，开始学坏，甚至开始吸毒，开始翘课翘家，这个都会有会发生哎。所以我鼓励现在的人呢，往生就往生了嘛，去火葬场，用火葬的，来的比较省事，而且呢，放到公塔又便宜，国家在守护着、保护着这个安全。那我们既然父母生我们出来了，我们就自己怕病嘛，找不到好地点，那就是求其次嘛。所以这一位信徒呢，原来老公也不怎么信的，等到改善了，孩子走上来了，守卫门神呢，来每天盯着他，敲诈，哦，这个都是冤亲债主，主灵不安。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懂得这个道理，凡事皆沾，对不对？你用沾的话用意嘛，防患于未然就是用意嘛，你不用意，你怎么防患于未然，怎么知其吉凶啊？所以我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要把易经风水学好，你只学风水不学易经还是不够的，你表面看得很漂亮，事实上里面有什么问题你没有办法去解决有如以前我学易经学风水，易经还没学的时候藏道看了一个是好风水结果呢邱老先生蔡老先生呢占了普又卦，弟妹你的祖先不灵哦，好像有败掉了。那我才去看，把它挖起来，挖开来，真的骨坛倒了，破了，后来才牵起来。这就是风水学的奥秘，不是迷信，而是智慧者你会相信他，没有智慧者也会相信他，只是半懂半不懂的半瓶水半桶水的人才会不相信，到时候这个灾难都是自己去买单所以我们要懂得风水道，这里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的道理。祝福各位。